你请我们来，其实就算是一个存证啊。你以后要告他，这个也算是一个证据这样。为什么楼上又没声音了？是吧？要隔音带好，不至于吧？而且好像也没什么人。你请我们来，其实就算是一个存证啊。你以后要告他，这个也算是一个证据的。没关系啊，他们有一个，他们有装那个。他想做这样的，不想，没关系，有啦，我知道上面有人。要在旁可以就是沟通一下，他说你已经有做这个动作了，啊，不要走到真的要法院相见，让他陪你还有。本所于112年1月18号晚上11点左右，接获辖区泥水路某处民众报案称楼上住户知道跑掉声响，请警方到场处理。原警到场后未听见声响，于是到报案的楼上住户进行查访，但是该住户无人应门。原警在外等待10多分钟后仍无动静，后续告知报案人相关法律规定与权益。警方在此宣导民众，若遇邻居有妨碍安宁的情形，可依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，请管委会依规约制止或收证后报请警方查处办理。